指关于篮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继伟。我经常看指关于篮球的一些视频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。然后，但是我的一些视频，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到位，也不够完整。希望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，能够更多体现他们的一些专业素养。然后还有这个会晤呢，他一直说以后，就是跟他握完手以后，可能更准了吧？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开玩笑啊，我没当回真，可能也不是真的，大家不要信就完了。